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刘昊然弟弟可以一次性喝完一瓶小可乐不打嗝，这是可乐吗？你要尝一口吗？好，我觉得冬雨可以告诉我他最想和哪位导演合作。我觉得就近原则，就你吧。你不是我们这次的主题不是要当导演，然后导一出自己的戏吗？你导完自己的，导我一下呗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可以可以。嗯。哎呀，什么都不用干，轻松一分。对不起啊，我觉得浩然弟弟可以跳一小段舞。我觉得周冬雨姐姐可以对着镜头撒娇。我觉得浩然弟弟可以模仿我的表情包，正能量，散发满满的正能量。就是那个赞赞，赞赞。我觉得你可以在线给我编一段彩虹屁。浩然大哥，不刮胡子也可以。你脸上不是胡子，而是玫瑰花的刺儿。有文化吧？我给你加两分。哪怕我没说完呢。说完你要给我加五分，哪怕只能有一天，我可以用浩然大哥这张帅脸生活一天，我愿意付出一些代价。我觉得你可以模仿小黄鸭的表情包。好。小黄鸭的表情包是？你已经模仿了。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，给我一分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数翻错了吧？不对啊。喂，你咱俩一人一个，你为啥五分，我才三分？因为我优秀。我觉得浩然弟弟可以告诉我他最近一次哭是因为什么。七月与安生。哼，给你也加两分。多好，正直的弟弟。我觉得你可以跳一段舞。给你加一分。我这鞋四零的行吗？我觉得浩然弟弟可以告诉我他最想合作的是哪一位艺人。就近原则吗？有品位，加一分。你看你很快就超过我了。我觉得你可以模仿一位圈中好友说话。我觉得浩然弟弟可以告诉我，可以告诉我他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美的女人是谁。给你加一分。秘密啊。我说你啊。哦，你说我应该给你加一分，你看你又弄错了。说不出口啊。说不出口。你这个回答我相当喜欢，真的，你很特别呀。我觉得你可以抱一个自己不为人知的怪癖。我喜欢刷牙，刷差不多十五分钟以上吧，二十分钟。吐皮了。因为你要把。口腔的卫生人人有责，从我做起，从大家做起。我觉得浩然弟弟可以说出他喜欢女生的三个特征。爆恋情的时刻到了。我呀，我你就别想了，你得不到我。我觉得你可以告诉我，你觉得娱乐圈里边哪个男明星最帅？你为啥翻自己呢？你说不出来，你还翻自己呢？因为我觉得我才是最帅的，所以我要给自己加一分。啊，我觉得浩然弟弟可以说完我准备的绕口令，中戏的应该没问题吧？里约热内卢的奶牛手持榴莲牛奶，以折足之姿奔跑到委内瑞拉，取来灰化灰灰化。好了，下一个。中戏，对不起。该你了。我呢，我觉得浩然弟弟可以模仿柴犬。我觉得冬雨姐姐可以讲一个自己闹过的笑话。就是我们两个刚才在拍那个视频的时候，不，从一起拍照的时候就开始笑场了。对，所以浩然弟弟非常担忧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合作了的话，会不会演不了戏？一零了。这不就是一吗？一，一，
你怎么不好骗了？真是的。请刘昊然先生深情地念出这段彩虹屁儿，一个字儿不许错。我还不识字咋的？想在浩然哥哥的鼻梁上滑滑梯，想在浩然哥哥的腹肌里捉迷藏，想在浩然哥哥的腹肌上切豆腐块。我没腹肌啊，关键是。你在摸我的腹肌。为什么刘昊然还不来娶我？本想把星星摘给你，想想还是算了。我够得着星星，够不着你。终于姐姐可以唱一小段歌。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。大地天山，青山绿水常在。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，欢天喜地的节拍，赞赞，情不自禁，赞赞，我们的新时代。我们两个唱歌都太棒了，一人加一分。我加十分，开玩笑。给我加分吗？不是加过了吗？没有，你忘了。